这不是官府的手段，恐怕另有高手。管他什么高手，就是挖你三尺也要把他给揪出来。怎么揪？夜长梦多，还是先想办法救人吧。怎么救？我看呢，还是先把他揪出来，先揪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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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别愁了，我自有办法。别动啊！没喝多，没喝多。大哥、三哥都被抓了，我看他咱得想想后路了。还他娘的想什么后路啊？回去跟胡殿云说说，分分银子，散伙得了。先别急着散伙啊，很快你们就会见到大哥、三哥的。你什么人啊？带你们上路的人。看谁送谁上路，上！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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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亮之后去找郭医生，快走！我不走。你要让娘白白死在这里吗？娘要走一起走。娘，快走，快走！娘，想不到劫富济贫的侠盗赛燕伟就在深州。上！啊！
娘！娘！娘！